Hello，各位好啊！今天来测试一下猜卡，猜卡几率20%，有没有骗？那今天就准备五箱猕猴桃果实。我是想说。20%嘛，5次应该就要过一次。好，那今天就这个，这有一个斯密特，这支之前先插那个艾维亚卡。我刚刚有遇到朋友，他有在看我的频道，这个 Coronavirus。19，他问我今天有没有拍实况，我就跟他说啊，刚好要测一下拆卡有没有诚实。哦，他也是看到我修罗的影片了，蛮好玩的拍这个影片主要就是也是希望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啦。哦，那这位朋友他是忍者，刚刚看他是忍者。那蛮开心的哦，可以在游戏里面遇到就是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啊，之后有在游戏里面遇到也可以打个招呼啊，多认识一些朋友也是我们玩游戏的一个目标之一嘛哈。那话不多说哈，今天我们就开始来测试。我先刚刚有先开了一箱嘛，我先换猕猴桃，那。使用猕猴桃果实，这个新式高级润滑油10个。那使用新式高级润滑油的话，它拆壳的几率就是20%。OK，它这边会写，这个是50万的话是1%啦，我们是用这个20%。OK，第一次，Let's go。OK，失败一次。我基本上，如果5次都失败的话，那就有点不划算了。这张卡可能大概在2-3千万左右而已吧。没关系啦，就是好玩嘛。机遇这种东西是蛮迷人的，对不对？就给大家来玩一下。第二次20%，Go！又失败了。第三次，照理说，这没有理由的啦，没有，这没有道理的，不要说照理说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第三次了，第三次有没有锵锵啊？哎呦，失败3次了。OK，第4次，还是说他是要连按呢、第4次，哎呀。那一个人也在猜可是这样子两个人同时失败也超过了呢。第五次，第五次再没过就真的骗了第五次就没过就真的骗了嘞，20%的几率Go！没过再买一箱这个。5次了呢。还有这他这个哦，他旁边有卖那个280，要注意哦。他这个里面卖4颗而已，没天良。他的 ID 叫没天良。
第六次。有点哭，第六次才过。那这个兄弟还在努力，中国股权法。啊，六次才过。一箱大概300万，3,6,8，1,800万，哎，还可以啦。哎，兄弟，加油啊！他哭哭，有可能是我把他的几率吃掉了。哦，那今天 test 就到这边啦。28的几率六次才过，还好有过啊。不过几率这种东西就是那么的迷人。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拆卡系统哦，让你插错卡片，还有机会可以拆掉。那也遇到有在看我频道的好朋友，蛮开心的。啊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拆卡系统，20%的几率蛮好玩的哦。或是你要测试1%的也可以，但我觉得20%现在猕猴桃这么便宜。一箱大概2,300万可以啦，哦，可以试试看，哦，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